Hiking in Taiwan 森林线雪山山脉第四集。那这次我们行程从霸兰山屋开始出发，第四天行程会经过霸山跟云山。那绿色路线呢，是我们这次不是没有走到的，但是它是三叉路，霸山云山是三叉路，可以走到新达山屋。那从霸山跟云山屋呢，沿着红线继续走呢，就是霸山跟云山，再经过不朽蓝山。那不朽蓝山也是一条三叉路，它的绿色路线呢，它可以行经到品田山，可以到品田山之后呢，就可以折返到新达山屋。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也就是人家讲的 Y 胜啊、O 胜啊。那我们这次是走 I 胜，主要是要看红色这条路线。那不朽蓝山呢，这条路呢继续走呢，就是往苏米达断崖。也是人家讲的鲨鱼剑所在啊，但是我目前觉得鲨鱼剑安置的是蛮好的。再往前走就是苏米达山了，也就是我们这次全部的行程了。那今天的行程重点介绍呢，第一点就是霸兰山屋呢，到第二个地点呢就是霸山云山屋，也就是三叉路。第三个地点呢就是霸山云山，第四个地点呢就是不朽蓝山三叉路，第五个地点呢就是苏米达山。第六个地点就会经过苏米达断崖，再就是到最终点就是苏米达山屋，就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哦，大家早。那个今天是我们森林线的第四天，那现在早上大概五点，那大家前往苏米达，那天渐渐亮了哈，但是森林里面还没有那么开，可能还是要带一点头灯啊。好，那预计正常来讲半天，上次走应该是一两点就到了，那这次走因为人稍微多一点，所以说抓三四点吧。好，看大家走危险地形的情况。那这背后那个是霸兰山屋，我们要准备从霸兰山出发了。哦，霸兰山屋，好，我们准备往苏米达的方向 ，Let's go， 出发了。好，我们抵达巴斯拉山屋了哈，看到了哈，看到山屋了。这山屋也就是三叉路的点啊，哦，那我们先进来山屋看一下。好。记得之前有写啊。哦，之前走大小坝接大小涧，2015年，还一个人走，呵呵，好久啊，2015年，哦，非常多人啊。看一下山屋啊，因为这边有水问题啊，所以说你要背水过来哈。那我们再看一下三叉路，啊，啊，这位置就是三叉路了哈。往这边呢，算往霸兰哈，往山屋这边是霸兰。那这边有指示牌的哈，这条路算往新达山屋哈。这边说从零 K 开始算啊，往这边走是新达山屋，那从这个方向走嘞，是要往苏密达，苏密达是往这个方向，哦，
阿耶会经过巴沙拉云山，那这个指示牌已经倒掉了哈。加油！哎 ，Hello， 大家早。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是在9点多 K 的地方哈，下一站就是到巴沙拉云山了。刚刚从巴沙拉山屋走上来，大概也花了将近快要一个小时。那在我的镜头后方哈，就是大坝，最大颗就是大坝哈。在我左边就是小坝哈，东坝。好，那后面呢？后面这边呢，是我们刚刚走上来的路哈。那在镜头的左边哦，这个就是北一段，南湖大山就看得很清楚了哦。那待会这座山哈、哦，就是我们待会要走的巴沙拉云山，好、哦、上去再看景点就很清楚了哈、哦。那这一座呢，就是穆特勒布，穆特勒布再过去就是雪山西岭了。但是看过来呢，你看这边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嘉利山的林线哦，尾林线就是嘉利山的哈。哦，那靠这边呢，就是伊德山的哈，伊德山就是那一座了。那先这样子啊，那下一站巴沙拉云山。哦，我们抵达9 K 了哈。抵达9 K， 9 K 的位置呢，就是巴沙拉云山的三角点啊。这样在这边稍作休息啊。一咻，这边有个巴沙拉云山的铁牌啊，喂，海拔。海拔3402。那待会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啊，下切之后再爬上去啊。苏米达，啊，穆特勒布，今天云真的很胖，很漂亮，品田哦。已经可以在品田看到有人在走品段了。那待会下去路往这边哈，这边有路条。那我，哎呀，品段看不到。哦，今天云也很漂亮啊，东坝、大坝。
好，从这边开始，手上布秀兰山，后面呢就是巴沙拉隐山。And I would have you any way, any way your heart could bear. Even if you had to leave me, I'd always be waiting here. Even when we are apart, I will keep you in my heart. And that wouldn't change a thing.来，这边比较滑哈，这步要特别小心哦。I've never known a brighter sunset, but every day I see it rise. I never thought it could be better until I saw it in your eyes.I've never known a love so steady. Even gold won't turn your tide. We flow together like an ocean.Every low and every high, and I would have you any way, dear, any way your heart could bear. Even if you had to leave me, I'd always be waiting here. Even when we are apart.好，我是在这边等啊，后面上去。啊，好 ，OK， 饿死啊，哎咻，哎咻，哎咻。
OK。快抵达了，我们现在快抵达不秀兰山了，加油加油，不到十公尺了。是啊，7.7K 啊，不秀兰山。不秀兰山3438，不秀兰山。那简单介绍一下周围环境哦，在不秀兰山尽头这个方向，这就是品田啊，可以从品田直接走过来不秀兰山哈。那这个方向是我们刚刚从巴沙拉走过来的路线哦。那待会从这边开始走哦，要走往苏密达山哦。那这边就开始会走到苏密达断崖了啊，远方那个最高的就是穆特勒布哦，这样远望小坝、大坝、东坝啊，看一下周围的环绕视野啊。在不秀兰山3438公尺哈，那我后方是品田，那我们看一下不秀兰山的环绕视野，后面就是北一段哈，南湖大山，那后面是穆特勒布，准备就是苏密达加穆特勒布，后方加我的后方就是大坝群峰哦。
它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雪山的千谷了啊，雪山主峰都可以看得到了。那我们继续准备要前往苏米达山屋了 ，Let's go。那这品田山哈，那这个是不修兰山。哦，我们要前往苏米达山了哈 ，Let's go。So steady, even gold won't turn your tide. We flow together like an ocean, every low and every high. 即将前往苏米达山。And I would have you anyway, dear. Any way your heart could bear, even if you had to leave me.I'd always be waiting here. Even when we are apart, I will keep you in my heart. And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Even if I were the king.
7.1K。饿死啊！这过去又苏米达山哈，加油加油！这都是假山头。有碟石啊，嘿，哎，你先跟着碟石走，因为这边有路，我还要再看一下。到我这边都有碟石啊。哇！
调整啊。我们抵达苏密达山，现在位置在苏密达山了，我们看一下苏密达山现在环绕视野。天气有时候变天了，所以说不能耽搁太久。那我们搭后面的伙伴都登顶了。Hello 一下。Hello。Hello。好，我们下一站。要前往苏密达山屋哈，继续出发。现在位置在苏密达断崖哦，开始下去。饿死啊！OK， 这绳子都很棒。好、哦，他有加那个踩点，他有做好那踩点，很好，很稳哦。嘿，我没有踩的话，大家都可以踩下去啊，因为我最重。绳子都要保持有抓到哦，下一位。
你切换到绳子的时候才能下一位哦。一条绳子不要同时两个人抓哈。这段就是腰绕了啊，腰绕也是要很小心啊。这是雪霸国家公园做的垂直铁梯哦，看起来是蛮牢靠的。就是小蟹全部都要先下来，你的要帮背了，到时候我再上去一趟。好，小蟹可以了啊。我看我包包下哪里。还不错哦，哦，很好啊，好，小蟹你慢慢下来啊。好，对。
帮忙确保一下，顺便背一下。好，你先上。可以跟我讲一下啊。好。容量真爱使啊，落者落者。我慢慢来啊、哦，不急啊、哦。有啊，这步道有在进步啦，其实真的很好。我们要给雪霸国家公园高度肯定一下。OK 吗？很好哦，是很稳啊，你绳子要抓好哦，哎，慢慢来，慢慢来。等我一下哈、哦，不然就等我一下。你如果那边太远，就等我一下。我顾一下，干一下。哎，你先上来找安全点，那我会车。没有，你先下。阿刚，你怎么又爬上去了？没错、啊，你该走那边没错啊。踏点在这边。踏点在那边。OK 吗？对。对。好，睡，你休息一下。如果说你手会抖，休息一下。我下来了。还是小心走哦。
啊，跟你到家里缓和一下啊，你手手脚稍微缓和一下，哎。你也好跟我讲吼，你也许困好，我较行。这里哈，两个绳子有没有？这里都有岩点有没有？好，它这个岩石的踏点哈。好，刚才可以下来了，看一下，倒着走，哎。左脚到，对对对对，你踩那边没错，哎，那、啊、你下一脚可能就要到这边了、哦，哎，看到了，哎，岩沟这里，哎，哎，对，哎，啊，哎，下次就是踩那个钉子了，哎，哎，对，好，所以好过来了，来，再下一这个，在下面，哎，对 ，OK 了哈、哦，我辅助一下好了，好，再来哈。那现在走腰绕哦。OK 吗？ OK。 哇！我错了，好、哦，抵达苏米达山屋了，恭喜啊！
好，苏米达三屋啊。注意事项哈，有两点，就是巴兰山到苏明达山有两个三岔路，巴山的云山跟不丘的三岔路，不要走错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前往苏明达山，崩塌处变多了，你行进的时候要小心一下。那苏明达段还有增加楼梯，有降低危险程度。那还但是要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两项。那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哦，希望各位再继续支持 Hiking in 台湾，期待我们 Ison 第五集，拜拜。